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太，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所以今天玩幸运儿的小伙伴们会非常多的吧，瞧瞧幸运儿大队什么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哟，只是四个小黄，我想问箱子够宽吗？而今年感恩节的返场皮肤是宝宝们都超级喜欢的胖西和蝶后的白污垢，上次错过了往期返场的小可爱们可要抓紧了哟。还有就是白污垢礼包里的挂件焚鹰，就是以太平常经常用的经常被大家问到的那个挂件呢，不知道小伙伴们的快乐石有没有准备好呢？同时每个人还有一张60%的皮肤折扣券，不过只能用来买皮肤哟。话说宝宝们觉得庄园里下一个过生日的会是谁呢？快关注评论告诉三天吧，三天我爱你。